有人觉得 Free Fire Max 比旧版 Free Fire 要好抬枪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感觉好像有一点，但不确定。我也不敢确定，对，我也不敢确定。没关系啊，人生就是这样啦。我就觉得说大家友善一点，不要有事没事就呛人家烂啊强啊，烂啊强啊。我觉得大家不是在玩游戏的吗？难道大家是来嘴人的吗？就觉得 Free Fire 的那个风气可以和善一点啦，这样新手玩家也会比较多啦哦。对啊，不然你想，你如果是个新手，你刚玩这游戏，然后你就被人家呛，难免会不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不想玩了，哼，这什么游戏，不玩了。然后 Free Fire 之后就倒了，然后连高手玩家也没有 Free Fire 可以玩了。我刚刚这惊恐大家听得很清楚吧？没关系，可以再听清楚一点，没关系。这边这一只可以先打，先拿凝胶，猜吧。哎，算没声音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走这边会危险，先不要走这边，走侧面。看到了，我们要用冲锋枪杀人嘛，对不对？散弹枪丢掉吧。好，谢谢按赞哦，看到按赞了。我们这边，我差点把这个当敌人，哈哈哈哈，秋西兰。有脚步声，有。包包太小，什么都捡不起来。有人，不见了。他被打了，他被打了，先拉血好了。他翻装过去了，我这边，有一只想上来，我还是先堵在这边好了。我看到了，有一只，他想过来。欸，想干嘛？那假的爆了！能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填一个包？噔噔噔！不用做动作啦，这场不用做了，不用做了。但我刚才想说，我杀死一个人，我该是不是该做动作了？不对啊，我做动作任务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对做动作有恐惧症了。像做动作，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没意义啊，我没有说不好哈，我觉得做动作反正官方都有出嘛，那做一下还好。只是说，你看我不常做动作，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做动作要干嘛，感觉会被打。就万一有敌人在埋伏我的时候，我做动作我被打，我就会觉得可恶。我倒不如当初，认真点打，这样就不会被偷袭了，我就不会损血了，这样浪费补包。我是偷，不知道已经捡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
看一下啊。冲枪子弹120应该是可以，然后我想要捡，对啦，我要补包啊，补包太少了。地雷，1887不要，因为我们这场要拿冲锋枪打嘛。下个地雷吧。那我们这边修一下甲。不过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一场居然还没有拿到滑板。我待会再看聊天室哦，现在在看手机画面。打完一场我再来稍微看一下，或者中间如果有空闲的话，万一我确定真的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安全，真的没有危险的话，我再来。哦，我看到滑板了，我再看聊天室好了。好像没有那个，有人，对面树上吧。感觉是在很远遥远的彼方，我觉得是。那我们就只能去找他了。感觉这个彼方为什么感觉比较楼下？他那个位置应该是斜坡底下哦。而且为什么才杀五个人就有十个观看？这观看数有点高啊！开枪的人呢？那也不划得啦！哪里？Magic， 人不见了。我刚好像看到人了，还是我看错 ？Magic， 人不见了。太 magic 了，太 amazing 了。他往下了吗？不会吧！如果他往下，我应该跟他擦肩而过啊，除非他是直接跳下去。跑了吗？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啊？这边有尸体包没有人要捡这个东西。等等，打完关播，不确定看看情况吧。我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关，就打到累吧。现在几点？9:18哦。不知道任务也还没解很多的感觉。等下打完看一下任务剩多少吧，再决定吧。因为今天就只是为了解任务啊，不是为了吃鸡啊，就是看能解多少任务，尽早拿到那个女角的套装，我就满足了。香菇多吃点。等下那尸体包的颜色也太明显了吧？这什么尸体包啊？远远就看到蓝蓝一坨，我看一下是什么？新的吗？不对，好像不是新的，应该是旧的。看起来像旧的。哇，这边好多尸体包啊！哎呦，可是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上山吧。又有手榴弹吧？有可能。雅思坏，你们不是就喜欢反差萌吗？大家有追踪我的 IG 吗？不强迫大家追踪我 IG 啊，但是有追踪我 IG， 应该最近有看到我 IG po 了一大堆的，对，就是，大家这个 VS 是算冲锋枪吗？在 Free Fire 里面，算我拿 VS 好了，万一他算的话，归类算是冲锋枪的话，那其实我们会比较快解完，因为通常在打的时候远距离，我蛮常打远距离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拿一下 VS 好了。右边有一只，左边，右边，对，右边，看到了。
OK， 看一下啊，补包、凝胶、手榴弹，我先拿着凝胶好了，我怕被偷袭。我看一下啊，还有消音器啊，可是我 VSS 不用，冲枪子弹再带一组好了，不然我补包再多带两个好了。你们会发现说，如果你是拿冲锋枪 MP40 啊或 MP5 配 VSS 的话，其实还蛮省背包空间的啦。如果有观众喜欢这个配对的话，可以用。你看啊，因为我平常带冲锋枪跟步枪 MP40 配 SCAR 好了，那步枪子弹带的量跟 MP40 带的量加起来，我没办法带到十个补包。可是我这个配枪可以带到十个补包啊，所以代表说冲锋枪子弹它的体积是比较小的。如果是全部都带冲锋枪子弹的话，你看我这样在170几发，其实还蛮够用的吧？我是觉得我还蛮够用的啊，除非我去硬要去破凝胶花子弹的话。可是现在有滑板嘛，所以哦，前面有一只。哎，哎，再往外开枪了。右边有一只。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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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去哪里？他是M1887啊，榴弹子弹。OK， 左前方有一只，直接拉过去打好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这个VSS 到底算不算冲锋枪啊？在 Free Fire 里面来讲啊，在现实里面来讲 ，VSS 不是冲锋枪啊，它是连狙哦，它不是冲锋枪哦。Free Fire 这边它用冲锋枪子弹当做 VSS 的子弹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，但是反正就是它这样做啦。但是总归一句，它实际上是狙击步枪哦。右侧是不是刚有一个人啊？然后这楼上应该有一个，这个我不想打。都是有人，他开车，哦，有人撞车咯，这边直接滑过去，我看到人了，我跟他打近战，哦，这边有两只啊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跟他打近战。还有一只呢。我好像都没有用补包补血，怎么办？这场要作废了吗？但至少我用冲锋枪杀人啊，好不好？这尸体包还蛮多的。哇，包包爆满了，完蛋！下个地雷好了。哎，按错了啊！要按地雷按到凝胶。手残呐！工厂有一只，啊，另外一只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空投吧，空投方向的瞭望塔。先不要。哎呦，可以得呢。到我旁边拉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样算是有用补包补到血了啦。
我们这边没有凝胶，他想拿过来，他想要偷我 PP。各位观众小心 PP 啊！你看他 PP 了。耶、yeah, ！我这边用冲锋枪杀人了。先用那个叫什么？我现在没有凝胶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带凝胶枪啊？我们先用 VSS 打他几枪，打到他残血，再用 MP40。这一个省，好，我们这边拿凝胶枪啊，不拿那个 RGS50。然后我这边，我说我这边的甲会爆了，没有修甲的，我有凝胶了，太好了，冲一波吧。我猜应该在瞭望塔啦，没有在瞭望塔就算了。还在空投，哎，没有声音，看一下，还在山上，这个可能性很多、哦。我们先等圈缩，有人，先拿血，他好像狙击，给他狙击。他应该会想要前进，有他前进了，可以。OK， 我们又用冲锋枪杀人了，好开心啊！OK 啦，还是用平板玩，我一直都是用手机玩、啊。我超不喜欢用平板玩，平板太大了。哦，谢安赞，谢安赞，我四个半完赞，这场十一杀有用，大部分应该是用冲锋枪，应该有解了吧？哦，补包有解掉了十个有，然后冲锋枪的还差几个？我看一下，冲锋枪哇还差，不是吧？我这场杀冲锋枪只有用到三次啊！哇塞，还差24个人，这解完不得了，不用睡了。我看一下有什么。